那就这套了。我们家老婆说了算。真好看，很帅。可我穿哪套呢？你觉得我们宝宝以后穿这套怎么样？这也不知道以后是男孩是女孩，这不得看你的能力。我喜欢这套。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试试吧。太美了。这一套特别适合你的气质，就好像白衣天使一样。那就这套了。我们家老婆说了算。哟，这就叫老婆了？我们娘家的好像还没收堵门红包的吧？是啊。哎呀，哥，你拍婚纱照怎么那么不带我们呢？就是啊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是不是嫂子？对，一起拍吧。来来来来，一起拍。来。哎呀，各位朋友，拍照姐姐一遍。上错车啦！哎呀，这边，哎，对，搂紧一点，哎，好，靠紧点啦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前进！等等，出头部救援车，石山路发生事故，可能有伤患，出急救车。东山收到，走。东南收到。这世界很酷。